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开箱海棠国月落霞。海棠国月半挂小筝落霞的长度是135厘米，琴带外侧有海棠国月的标志和一个外兜。拉开琴带，琴带内侧有厚厚的软垫和防震的绑带。这个绑带可以把琴牢牢地固定在琴带中，防止晃动。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，诗中宁静致远的画面都被勾勒在这款琴的图案中了。让我们看看琴身。海棠国月落霞的饰面材料是阔叶黄檀木，面板材料是一级抛头木，琴弦用的是海棠定制的蚕丝琴弦，图案工艺采用手绘漆画。让我们近距离看一看落霞的图案吧。开始摆放琴码啦。落霞琴码的材料是黑檀木。试音时间到啦。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